好啦，可唔可以唔好再食？到新加坡咧，我梗系有揾地胆同我一齐，阿 Mark。今天就带你去吃我们的辣沙、马来饭、萝卜糕、米其林的炒福建面。那卡路里怎么办 ？Calories？ 不用管它，今天不要去想它，明天才去想。明天才想啊？对对对，那走走走。看到有人家排队，我就开心了，就知道那个店有开哦。那你们一天卖多少碗呢？这个是秘密。他们就是做得很好，他们的那个香料炒得很香，放椰浆也放到刚刚好，我们叫辣沙叶。辣沙咧有时候会好腻，咁佢加咗少少咧，它就是很香，带了那个辣沙家里的香味出来。啊，辣沙你要吃这个ham，佢唔系腥，但系好鲜，所以佢要摆少少血落去咧，令到佢掉出嗰个辣沙嘅味啊，唔系呃大家，大家望下嗰条队咧就知道真系有几咁好食。太微妙啦！佢正嘅地方系咧，佢嗰个汤好浓啊，将嗰个汤系海鲜汤同埋猪肉汤咧炆埋嗰个面之后咧，就会好鲜好好味咯。我都觉得一定要落金桔咯，先至可以钓到嗰阵味。如果唔系就会好流咯。是好像一个马来的甘蹦，就是好像马来村，这个很难找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走走走，要找到咖啡店，还要进到里面才找得到。这一家他们煮的咖喱啦，叫重口味的，他们用那些香料啊，用那个墨来炒。哇，好辣啊！哇，好辣啊！这个就是马来人的辣椒酱，他们是用布拉酱来做，那怎么很辣？就是这样吗？不要拿太多，现在太多了吗？有点多，你试一点先吧。好劲辣啊！这个是，超好吃，超好吃。就我们按的就会有那个形状出来了，辣椒啊、酱油啊、蒜头都是不少的。为什么你整得这么好吃？靓仔啊！咁你怎样先肯教人啊？我唔教噶，我阿妈唔教，我都唔教。除非你做我老婆啦。
是这个，吃这个黑糖。黑糖。哇。哇，佢好似我细个食嗰只椰子糖嗰只味啊！好味啊！吃福建面都没有这样。他最劲咧，喺呢个城九都是榴莲肉啊。我们的榴莲都是从马来西亚来，马来西亚的榴莲真的是很好很好很好。仲劲！你讲你喺度做紧咩？收工啊，仲劲！我想要一个 power channel， 可以加那个榴莲。可以吗？可以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记者亲自严选日本最佳温泉三十间，由最平10,000 yen 贴地旅馆，试到50,000 yen 园林民宿，试食极上蟹粥。探索建筑温泉美学，温泉全质教学，一书包办，立即到纸上旅行网站下载《日本温泉30》电子书。